已经把它放好了，然后把它裹起来，裹起来好了就挖土机就开始把土撒在上面，然后把它埋紧。我不知道在中国这边，如果遇到这种事情，你们会是什么处理呢？有没有朋友住在海边遇到这种事情了，可以告诉我一下吗？你们那边的话，会不会像我们这边也是一样的这样处理呢？还是我们那边的人是比较迷信呢？我也搞不明白。Thank you.